新闻社的记者。今天呢是11月8号记者节，首先祝全国的记者记者节快乐。然后今天呢我们都有各自的不同的采访任务，然后因为一个雪景的采访呢我们正好相聚在一起，那正好呢我们就做一个记者节的记者包的开箱，看看平时记者的车里和包里都装一些什么呢。我们来看一看，我这个后备箱能满足从出发到普通的社会新闻所有的采访。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摄像机，包括麦克风，还有这个耳机是配备我们采访的时候这个声道有没有问题。然后冬天了嘛，我们这个手机的设备特别容易掉电，所以我们这个充电宝一定是必须要带的，摄像灯、电源、耳机。为了满足比如说长途的采访，我们在车里边会经常备一些这个雨伞、水和一些这个功能性的饮料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下一名记者采访。我是一名摄影记者，每天呢我都背着我这个摄影器材，比如说我的相机、我的镜头我的闪光灯，我们还要随身携带着我的电脑。这个分量是非常非常沉的，这一套组合大概下来能有将近30斤吧。每天我像大力士一样背着它们行走在长春的每一个大街小巷。同样作为一个视频记者，其实很多的设备都是一样的，比如说一个机器。那可能不太一样的呢是他们的机器卖呢是有线卖，但我的呢是无线卖。这样的话呢在会议采访的时候我就可以把麦放在前面，然后进行一个更好的收声。一个像自拍杆一样的东西可以随时随地用手机来记录，会更方便。那同样搭配手机用的呢，我会把一个 U 盘挂在我的钥匙上。这个 U 盘呢非常推荐给大家，因为它是手机 U 盘，它可以手机拍摄的视频然后直接导出，可以更方便我们传片子。一件大的雨衣，这样可以防止比如说我们现在碰到雨雪天气一些恶劣天气，但仍然可以到达现场。那利用午休的时间呢，我们来看看留守单位的记者他的包里边装什么呢。我们先去看看，走。嗯，大哥你们在干嘛？要干嘛去？外面下雪了，然后我们要去拍一个雪景，现在要把这个设备给它带上。那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设备都有什么，都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一个稳定器，应该有个几级吧。一会儿它要完全佩戴好，然后到外面去拍，要保证一个稳定性。OK， 出发。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工作呢才刚刚开始，然后一会儿呢我们要去到大概得有3-4个点位，不同的点位去拍摄这样的一个雪的一个情况。今天是记者节，但是我们不放假。我觉得嘛，我们这个360行每一行都有自己的特殊性。当然我觉得这个作为记者来说，无论是这个光鲜亮丽的时候，还是这样就比较辛苦的时候，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能坚守住这个信念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做记者一个应该有的一个素质。那今天我们会工作到挺晚的，因为你看这个雪一直在下。那现在我们要出发了，来把麦克风。那他们现在就要去奔向工作的岗位了，不知道今天的记者节开箱大家是否满意呢？那接下来要继续关注我们的中新视频，关注中新网。再一次祝大家记者节快乐，拜拜。